是啥物代志要这么着急入去公司？敢是倒一个客户临时约你？我是要甲品轩去屏东一转，看那边水疗馆敢适合，甲好所在合作。你要去屏东？你啥物时阵要去？我哪拢唔知。我拄只甲品轩讨论了后决定的。那边有较远，暗时出发去遐会当好好休困，明仔透早考察较有精神。只是一间水疗馆，敢有需要副总亲自去考察？百几工拢在讲，早上吼做代志拢是亲自去做，我哪甲这件代志放互下下人去做？百个会讲，我无都甲早上好比，我当然嘛较平个。我是感觉，只是这间水疗馆，你着派安迪甲周平轩做伙去就好啊。安迪的能力你敢信袂过？你甲周平轩两个人单独去，真正是足奇怪。你安尼讲是无信任我。我是无信任周平轩。你无信任伊无要紧，只要我莫乌白来，伊安怎做嘛袂影响。除非你是无信任我，才会阻止我甲伊去。啥？做伙出差，啥物时阵决定啊？就伫个我问正业前五分钟。你讲是毋是足憨的？再来开会讲啥物要去考察一间水疗馆，然后就决定两个人做伙暗时去考察，搁要过未？那你应该做伙去啊！我有讲啊，啊，不过这件事无爱给我提，搁讲一大堆奇奇怪怪的理由，伊搁怪我唔知好歹的。你讲这是毋是有鬼？你看，咱根本都唔免有心电感应，谁拢知影有鬼啊？若是我甲尚豪有这款问题，我一定就去问个清楚。就算伊无爱我对，我嘛一直对伫后壁看个清楚，安尼才袂有误会啊。你是有听到无？你伫遐找时间哦，甲正业好好啊讲，甲你无欢喜个代志，甲伊讲个清楚。查甫人拢就插头个，你若是安尼家己伫遐想起，伊到时阵家己死哦，拢毋知影家己是安怎死。我知影要安怎做。其实我嘛有想着你讲个，啊，毋过我就是想要找你甲我做伙骂人啊，安尼我才会当出一口气。若无我真正伫要掠讲，若是要甲你做伙骂人。我一定骂了比你更大声，因为我永远跟你站江边啊！学妹哦，算什么物件？学妹都闪边去！你毕业偌久啊？搁在学妹学妹？对啊，拢毕业，搁去白叫、哭哭叫、哭哭叫，是要留级到八十岁？这生理上的代志吼，恁自己搁继续讲就冷场啊啦！啊，那么咱来讲一挂较早伫学校发生的代志。啊，对啦，我袂记哩啊。馆长搁咧等我一份文件，我等去帮伊处理。你莫啉伤济，明仔透早搁要见客户。哎，学长，你阿伯讲明仔再要搁约几点啦？你，哎，学长，你先做啥？冷静。你这个查某神经真正有够重的呢！你这摆搁想要嫁啊？哎，任心，我是无说伊这跋倒的，你莫看着样开枪好无？任心，平常讲得无唔对，我袂啉一罐秘鲁，我咪想要回去房间休困，因为问我代志，结果无说伊跋倒，互你看到，我甲伊无啥，你莫误会想好无？你哪会当互我管这种丢面啊？哎，我唔准你拍学长啊！我是讲，你要拍就拍我啦，还是因为我家己无说伊才跋倒的，甲学长无关系。若是学长为着我吼受着遐尔大的委屈，那安尼我以后是要安怎面对伊？你用这个理由来骗我，我看你根本就偷白听。哎，你这查某，你讲袂出声啊你啊！但是平轩若看到我一逝路走来，敢若要送伊花，伊一定会感动到要死吧？你放手！好啊，恁两个较冷静好无？哎，好好，莫去甲人就用讲的啦。大力，你哪来啊？我。大力，学长一路过回我讲，我找学长出来出差是因为要诱拐学长啊。我讲我是不三不四的查某人，我今仔就冤枉的，大力你替我向伊解释啦。
周品轩，你敢做敢担当，莫拖大你落水。我才无拖大你落水的，因为我介意的人其实就是大你啊。品轩啊，啊，今麦是你讲唔对，还是我听唔对？这是真实的啦。你对我的好吼，我一直拢有感受到，我嘛早都互你感动啊。因为啊，你唔捌开嘴承认你对我有意思，我就无好意思问啊。我今麦无你好面包。无啦，啊，我原本就拍算讲，你若是跟我表白，我就要做你的女朋友。像知影迄个张仁心，就因为我无对象，就讲我是单身公害啊。所以你无气嫌我，你阁愿意做我的妻啦？我哪会气嫌你啦？啊，我若是气嫌，我哪会一直阁接受你对我的好？啊，这回是要送我呀？啊，敢是你伫豪姐听讲我要来出差？啊，就刚刚走来，要给我一个十块三。那安尼，你敢要顺势向我告白啊？好啊。林轩敢有必要提家己感情讲清楚？伊拢讲到安尼，你若是讲唔相信，我嘛无办法。可恶的张仁心，竟然招来乱！我着看你蛋姐是要安怎甲学长解释？唉，只想这个大力是要安怎处理啦？总袂当真正叫我甲伊交往吧？哦，有够烦的！平轩啊，啊，你是安怎咧艰苦啦？吼，大力，真正多谢你来救我呢。啊，若无吼，就迄个张仁心，因为我是歹查某啊。无来者啊，一切拢是误会啊。有我了解伊，安尼就好啊。我若真正要对不起你，就算你规天跟我黏条条，我同款会受到扛棒去偷吃。我是安怎要老实跟你讲，我甲平轩来出差，你家己把臭汤弄糊破，佫唔去承认错误，害我伫平轩面头前唔知是安怎，我真正就见笑，你知影无啊？我唔对，我敢认错甲因的，我即马就走，我就把你家互你查吧，放开！好啦，我哪有可能互你走？今仔几点啊？你是要安怎转去啊？屏东是我的故乡，我嘛有伫遮读过书，我嘛有学长在找的。好啦，放开！好啦。小紫薇，你不是答应过我，你用你的钱给我赚，以后你我就感觉你怎样？为什么要当做像想要做小紫薇啊？我嘛无想要做一个患得患失、搞财的查某人啊！啊！不过我就是刚刚两个人越来越……完了，要搁搞？看你安尼，我心就疼。来，我给你跪。唔免啦，你若是敢反背我，我就把你的脚骨割断。哦，我绝对不敢。那安尼你也唔通为着别个查某人阁害我。我唔敢，以前啊。我只想脚长搁直，若是予你更长啊，是足可惜的。一家都好。
甘愿了我。老婆，日头爬脚床哦，紧起来。你要我替你买什么好料？郭少一面，你真正是好片生，无唔对，还佫有炊肉丸，紧去洗手面，洗完就通食。你竟然佫会记我上爱的冰冻好滋味？阮老婆佮意食的，当然会记。带我。记得哦。嗯。谢谢。学长，您这是？王正月，咱长误会，还是跟人生冤家。阿平勋感觉足不安的，所以我提议啊。叫饭店的早顿，大家做伙食，马上是吃一顿好解餐。啊，希望大家吃落了后，拢莫有沉重，你敢晓管？恁拢离来，我准备带观音出去吧。恁先吃，我先甲明成经理接。哦哟，老公，明成乱甲安尼，你也毋先经理接，就让伊离来，安尼就歹势。哎，是过临时啊，我也袂记得，应该无要紧啊。啊，嗯，早毋是我困啊，真正足忝的呢。但是哦，早顿食了，我想要搁困一下，补一下眠。想要困就困啊，等我见客回了后，转来再甲你叫。嗯。张仁心就是暗示我讲，伊昨暗甲学长真甜蜜吼。这查甫人心机真正有够重的啊。老公，你食看卖，这就是我一直足思念的好滋味。嗯，多食。哇，这汤有够甜的，不怪你这么喜欢。嗯。嗯。哦，恁两个人我看起来感情真正足好的呢。你这是一定爱啊！虽然我甲郑燕常常大吹过，啊，不过我拢清楚，翁仔某要维持感情，上厉害的一招就是床头拍，床尾和。所以，阮的感情会当讲是愈远愈甜蜜。若是有人超过伊想要破坏，嘛敢若会得到反效果。郑燕，你讲对？你讲的拢对。啊。嗯。平勋啊！你是在创啥啊？拍死啦！拍死啦！拍死啦！啊，你卖叮当我啊，你起身去啦！唔免啊啦，是我家己无细意啊。我这衫拢用不到垃圾，我想等你换衫。平勋啊，平勋！我若是无趁即马，甲我甲刘大力的交往方式确定落来，以后敢若是要应付伊的情绪哦，我都一定会烦死啊！因为我自细汉吼，都互阮妈小命命，也是当作公主咧饲大汉的呢，所以我都是迄款娇滴滴的查某囡仔。啊，你若是无佮意，也是会惊挑战，那安尼，伊即马就会当放弃啊啦。我哪会惊啊？我若是会惊，我一开始就袂对你好。而且有当时啊吼，我阁会真无讲道理哦。安尼，你敢有法度忍受哈？当然会使啊。那安尼，若是我无法度配合你，亲像学长伊阿母迄款甜蜜的斗阵方式，你嘛袂感觉失望哦。啊，咱以后嘛会发展出敢若只是平选甲大力的斗阵方式，你感觉对无？品轩告大力，小姐与流氓，这看来就是偶像剧呢。所以以后若是阁有同款的状况，你都袂用跟我计较啊。当然嘛袂。
平轩，多谢你搁给我了解你一寡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力包容你、爱护你，好好做你的腿仔。